费时夫讲来到中立的婚纱店，试穿多款的精致婚纱。首先来看我第一套婚纱，好有命定感哦。这件完美的结合气势、华丽高贵，还有奢侈的王室风。第二件属于韩系浪漫，它这边有卡肩的设计，拖尾好长哦。衣服上有许多立体的花。全蕾丝的婚纱，而且穿起来比较不笨重，这样整体看起来优雅又庄重。裙子上有金线，非常有公主梦幻的风格。同款这套可以把腿露出来哦，超心机。它背后有交叉设计，看起来蛮美的。这套黑色婚纱是鱼尾的设计，这黑色的蕾丝啊，会让你下半身若隐若现。这套超女神、超性感的，如果搭配个皮草大衣，就超级赌神风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加开小铃铛。